趁今日啱啱是香港儿童医院成立了4周年，希望邀请香港儿童医院我们很多的病人开开心心玩一个很愉快的一天。成日扎扎跳坐不定，表面和普通小朋友没分别的伟翔，由于患上黏多糖症第三型，智商已经倒退到得回一岁。我身边这个我仔许伟翔今年7岁，咁佢而家就讀緊呢個靈秀恩光學校啦，差唔多3歲幾4歲就發現佢有遺傳病，因為爸爸媽媽都有呢個隱性基因，就所以遺傳咗一個重症叫做黏多糖症。黏多糖症第三型，最主要就係有一啲雜質一路喺個腦部嗰度聚積，咁形成咧對一個腦部咧係慢慢地聚積性地有一個損傷。咁呢啲小朋友咧，好多時候佢哋會有個腦退化嘅。咁喺最開頭嘅時候咧，好多小朋友其實都會有一個過度活躍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會再慢慢退化。然後其實好多小朋友咧，係因為冇一個好有效嘅治療底下咧，佢哋咧就比較早會過身。初醫生佢講話呢個症可能會影響智力啊，或者慢慢隨住時間年紀增長咧，就會開始慢慢體力啊衰退啊，或者吞煙啊各方面都會差嘅。咁啊，壽命方面都可能20歲唔過到咯。初知道呢個情況，咁我同我太太都係好愕然啦，即係唔知點啦。其實阿偉翔而家佢個發展去到呢個階段咧，就得翻歲幾嘅智商，即係就講唔到嘢啊。平時自理方面啊，都要人幫手。主要而家可能食飯方面好少少啦，可以自己揼到嘢食。佢去廁所啊，都係尿片啦，大小二便佢都表達唔到，因為其實佢個認知啊同埋智商都真係歲幾一個小朋友咁啦。但係佢都好簡單，好易開心，好易笑啊！知道呢個消息嗰陣時，咁啱細佬都出世，另外一個擔憂就係、是、細佬會唔會都有呢個遺傳病遺傳到啊？跟住 send 咗血液報告啦，再 send 去遺傳科，咁得到報告都知道呢個壞消息啦，都係有同一個症狀。咁當時真係都好大打擊嘅，都係啦，尤其是太太啦。哥哥喺4歲接近5歲嘅時候，咁就因為去咗嗰個遺傳科 check， 知道去咗呢個黏多糖嘅病人。咁但係 check 咗佢之後咧，因為弟弟已經出咗歲齡啦，咁好彩啦，兒童醫院嗰邊醫生好快嘅轉介咗小朋友去咗英國嗰邊做一個移植嘅。咁依家做完移植之後，弟弟嘅情況尚算可以啦，辛苦就一定噶啦，最緊要佢哋兩個呢一刻係開心咯。咁有時情緒上都比較難控制嘅，因為自己都可能除咗照顧佢哋，每日嘅出去治療同埋復診，自己冇乜咩時間，係比較辛苦啲嘅。咁但係希望哥哥情況唔可以咁快差咯。咁我依家最大希望就喺弟弟身上。希望佢做完呢個治療有少少改善，我哋都感恩哥哥，因為佢都比較嚴重啦，智力上得1歲，咁所以佢會有時會好興奮嘅，咁會突然間可能會喊啊或者大笑啊，咁我都盡量可能會安撫下抱下佢咁嘅情況，咁有時佢都可能都控制唔到，咁可能等佢發泄完或者喊完笑完，咁就會停咯。咁有時可能即係可能大庭廣眾係好多人嘅時候，咁我都控制唔到，就只有可能攬住佢，就盡量就唔好騷擾到人。佢咧就比較多啲手腳嘅，咁可能行緊嘅時候，當我哋一隻手拖住佢，咁行緊佢身邊又有另外一位
人士在出現的時候，他就會可能會去摸人啊，或者去拖人的手啊。咁有呢啲情況咧，我哋就會同人哋講誒唔好意思。如果可能有啲人就會比較介意少少咧，咁我就會同佢講唔好意思啊，因為佢有病，所以佢唔識啊。咁我就會咁樣介紹翻咯。咁同埋佢有時行行下路啦，佢都會容易撲親嘅，因為佢個腳行可能唔係話行得耐。有時佢腳一軟咧，就會成個人跪低，好容易撲親咯。帶住兩兄弟出街並唔容易，點解許太想一家四口參加今次嘅共融活動，入去主題樂園玩呢？一個家庭得爸爸喺度翻工，咁你一張門飛係幾百蚊嘅，咁我哋係冇可能去買呢個門飛入去。咁我哋當然想帶佢哋去見識一下，可以睇下佢哋中意睇嘅嘢。疫情之下可以同其他義工家庭一起玩一日，許生覺得對兩兄弟嚟講係一次好好嘅親子活動。其實都想識多啲叫做同路人啦，咁可以知多啲，同埋互相關懷了解一下多少少大家唔同嘅背景啊。其實大家都想小朋友好開心。同埋生活得好啲，咁趁而家多啲機會就去認識多啲新朋友咯。今次同許生配對嘅義工家庭係任醫生一家四口，雖然相處嘅時間好短，但係任醫生已經有唔少感受。因為我本身都是在兒童醫院嗰度做眼科醫生啦，可以透過喺一個玩樂近距離去接觸，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嘅學習嘅機會咯。頭先有機會同阿許生許太去傾咧，亦都見到咧，即係過去一直即係要照顧兩個小朋友咧，都係好唔容易。我更加去明白咧，即係一啲家屬咧，其實佢哋面對嘅困難，我哋要更加去努力，希望咧可以幫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咯。兩個非常之中意米奇，俾佢哋見下咁大隻嘅米奇，會好開心。今次願望成真，佢哋兩兄弟都表現得好雀躍啊！咁啊，見咗好開心啊，同老公入嚟呢度，見到動物好多動物啊，佢哋都好中意咯。見到偉祥、成浩兩兄弟玩得咁開心，做父母嘅心願都係好簡單。我覺得如果哥哥佢呢個病可能將來會辛苦嘅，大便又可能難去到啊，或者甚至乎吞煙啊、唞氣啊、呼吸，可能有抽筋啊情況。如果將來可能有啲藥物或者舒緩嘅呢個症狀，可以減輕佢嘅痛苦，就最理想咯。如果可以嘅話，咁梗係如果。不要說好翻，keep 住而家係咁，其實都幾好嘅，可以進步嘅，咁當然最好啦。心願就係想哥哥唔好咁快個變差咯狀態。另外個弟弟嘅話就希望呢個治療對佢有幫助，咁我都會有希望。係指呢個咧？想睇下。呢個社會對呢啲罕見病嘅個病，即係快少少研究呢個藥出嚟，對我哋即係起碼有個希望咯。另外就即係佢哋出街嘅時候騷擾到人哋嘅話。希望各位見諒咯。需要24小時用鼻喉喂奶嘅欣欣，去到主題樂園見到邊個最開心？下一節一齊分享。我哋好希望透過今次一個聖誕共融嘅活動咧，可以鼓勵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埋長期病患嘅小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多去户外喺陽光之下咧，要有正常嘅社交生活。
ITV 全面进化，重新启航。